叫不起我们的热情，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要来甲咱老师吼，无收到啦，恁那么你把那里放落去嘛吼，就是要来甲咱准时的安心安心收到大家所需，但是咱还没当初吼，那里是不是已经把那里放落去嘛？啊，对，我被从那里唯一收一从包内进来变矮，你二五十六呢？我两分地而已，可以给吼，咱后边的电视墙上面的我们的老板的电话哦，你二五十六呢？这个是你谁吗？哎，我那个是。我们的新儿妹妹。